看见个屁了，他就听见狗的声儿了。这不行啊！哎呦我操！完了，给我套点盐了。一换一还行吗？你妈那个非得要跟我换，他也不……哎呀，行吧。他又不亏，对，都是我亏了，我是最亏的。这他妈一刀暴击，哎呀，干哈呀，大哥？这确实是有点恶心人了啊！怎么连爆我两刀啊？足以见得这个蛮大哥呀，运气比较不错呀。来吧，蛮大哥！等个闪啊，红怒 Q。控一波兵线。仿佛我想速战速决的梦想破灭了，但我们可以反向速战速决。在他杀人的时候，咱就他们家人运气都不错呀，我发现。召唤师，你的光辉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是 WCG 吗？而我的光辉时刻，亮牌就是开大招的时候。我希望在我一会儿杀你的时候，你也能把你的牌亮得这么好看。回家了，先来个布甲鞋吧，跑得快点。再来个875。这回他亏了，他可不亏，我亏了，我老亏了，我。
攻速还拉。打呀！你的牌呢 ？WCG 呢？你这是都没气儿了。刚才咋跟你说的？刚才跟你说了，我说我杀你的时候，你最好也能这么亮。你的 WCG 呢？扣一下，平 A， 晕住穿，平 A， 平 A 再穿，平 A， 闪现平 A 接扣，耶 ，WCG 呀、啊！你咋死的呀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怎么死的呀？把跳弹给他打了。回家，这把到底是可血还是挺劲？你说为什么就非得就是不让回家，就非得要再杀你一回呢？就。致命点呀 ！WCG 呀、啊！不杀人就不让回家。晕，平 A， 穿穿，红路扣，塔下干啥呢？我等技能呢，你等啥呢？干哈呢？别 A 了！哎呀，这防御塔出可血还是出挺劲呢？嗯，这一把都是近战呢，他们家呀，我出可血吧。嗯，我来个可血。不行，挺进不行，我们来可血，全是近战，我整可血挺好。反甲十五，蟹手，可血不甲骸，再来一个黑切。你血也太少了吧，皇子，你就四百滴血呀！哟，那 WCG 干啥去啊 ？WCG。
来呀、啊！我可是有咳血的呀，妹妹。你干啥呢？哇哦！蓄血有点高，我操！我想闪现一个Q把他俩都收了的。哎呀，伤害有点高啊，这齐亚娜。应该呀，我那么多血，一个布甲还他一个 EQ 把我收了，一个 EQ 不能打那么多血，是点盐吗？可能是点盐。我操，这蛮子挺能拆呀！我天哪，他这么能拆，他拆的有点快啊，200多公里。可惜17-12有点劣势啊，没关系。小烈，小烈，小烈。这 WCG 无限让我越塔单杀，我天！你说你倒动一下呀！也不反抗，没关系，回家出15。15以后俺们整个反甲，这又剑圣又瞒着呢，先整个反甲，我得先把这瞒着给他摁住，不能让他发育的太好了，队友一会儿再帮，不着急，我先去打个红 buff。不要让他一直能拆我们家的塔，因为这队友不行，我这路不管的话，他就能给我高地拆了。我管一管他。点烟早了，我以为他没大呢，他上边交大了，现在没有呢。汉
看看他们家几个人啊。来，这齐亚娜，我追一波。死都死的这么难看。先打吧，溜扣一下，穿一下，再穿隔血战斧吧，弯寒着刀乐死。中塔需要拔一下呀，齐亚娜死了，得拆中塔，把中塔拔了。先拆塔，先拆塔。我不想越塔杀那女警。可以，莫干辣，你应该跑不了。没事，这齐亚娜没有伤害。先把中塔拔了。哎呀，他清线太快了。去上路吧。钱有点多呀。我觉得我跑的得快点，我可能还得要一个板甲跑得快，反甲、板甲、黑切、蟹手咱不要了。不行啊，鳄鱼不要蟹手可不太行事儿。我要输出，我这都挺输出的了。你俩打那个，先把剑圣杀了。这牛头可挺烦人呐！给我抠牛头！妈了个巴子的，这牛头人！先把这牛头给我杀了，还剩个女警。拆塔是个事儿啊，现在关键我们狠是狠，就没办法说是三路去，那瞒着他们守不住。你们要不你我一个打四个，你们四个人就守一个，能守住不？小龙还得打，我怎么感觉这龙要没呢？还行啊，
哎，这样我们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打大龙，打完大龙你们就都有钱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俺们可以试试打大龙，跟我来来，那大龙打我不掉血，没事。还好那女警不是很厉害啊。闯进可以，致命点啊，没点人，算了，撤，不杀了。我还缺个黑切就完事了。你家下路还行，嗯，下路莫甘娜还可以，还有那 ADC 也还行，我们直接中推来。中推吧，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中推！这牛头，我是你哥！先把这牛给我杀了！你怎么跑回家了呢？你守不住他呀，推塔来，这都没有血了。哎呦我去，搁旁边一顿poke个我，哎，莫甘娜能打过蛮子啊。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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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头太硬了，那硬就硬呗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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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怕不用太害怕，那牛头没有大了，他赶上就把他杀了，对，先把这牛头杀了，好，剑圣死，哎，这有个红 buff 真是操了，这女警你信不信我一个点烟把你烧了，这怎么的呢，这是啊，就一直点，死了刘头，刘头烦死个人，刘头别，我操你猴子，我杀了这头牛，我推塔，别着急，我推上塔，我推上塔，没事，哎呀，这个牛可太烦人了。哎，带个扫描吧。下路没，中路没，瞒着要偷塔，
我在这等他一会儿。有没有河蟹给我来一只？哎，你没办法，这蛮子在这偷，你不杀他吧？你这往我这儿走啊？我给你点套个点烟，把这牛给我杀了。对下剑圣也可以。谁给个电音小的？电音小的声得小一点，要不然容易炸麦。谢谢开不坏的酷路泽，好坑。咦？假了，干哈呢？这蛮子，大龙可以。来，大龙，来，大龙，谢谢没有事先生的这个。电音小的啊，谢谢没有事先生。俺们把大龙打了就好打了，先不用管他莫干辣，别管他莫干辣啊，先不用管，先打龙。好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一上来了，我运用一点隔血战斧接扣，漂亮，把牛头杀了，牛头杀了，我们能一波。我晕你，别让他杀我们家莫干辣，中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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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让他们偷，快推，快推，快推。谁又死了？没事儿。只要没有流头，他们家就打不赢。中推，快快快推，快推快推，快推能一波。还有五十秒呢，我先把剑圣杀了。拆塔，我看谁敢上来。我给你扛着拆得了，快快拆塔，快拆塔，快拆塔！那家里头有人偷呢。不是打完我们水友赛，赶紧的，快点快点！进！谢谢我爱金哭哭咕咕。谢谢我爱金姑姑的五个大飞机，谢谢老板的飞机啊。